一天之计在于晨，大家知道早餐的作用性吗？我来做一个早餐饼哦。精葱洗净对半开，再用推拉刀法切成末，切好先装起来。火腿肠对半开，切成薄片，再打两个鸡蛋，下盐、鸡粉、胡椒粉，另外再拿来面粉，少许生粉，加水搅拌均匀，倒在一起，继续搅拌成糊状，呈这样的状态。起锅烧油，下入面粉糊，铺成圆形，煎至底部定型之后换个面，煎至两面金黄色，最后再来一个大翻锅，出锅装盘，拿来青瓜平刀切薄片哦。切完之后折起来装在盘底，再把煎好的饼切好摆上去。做得不好仅供参考，谢谢。抖音。